地拿冰甲骨或者调味，那也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李秀丽老师，也感谢那点兄弟弟那点弟弟舅哇也在现场，感谢您。我们来自不同的舞台，每人都有自己的精彩，迎着日出奔向那晚霞，努力拼撞不留遗憾，有风有雨也有些快乐，不管明天又会怎样、幸福有时很谢谢，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中。